但今天我们的高手呢，要为各位测试的是这一款 Overkill 跟 Live Hair 所联名的法蜡。这个法蜡呢，只送不卖。到底它用起来怎么样，可以让一个邋遢的男子变成一个帅气的型男呢？我们就来试验看看。而且我们真的有把时间暂停哦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开始吧。快闪成功！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刚手真的超酸的。到底是谁帮我抓好头发？不过好像还蛮帅的。由此可知，长发可能不太适合使用，此款发蜡建议中长短发使用，效果更佳。不过头目能抓得这么帅，不愧是高手，小弟佩服佩服。高手快闪，应该成功。